就没有实力相当的对手吗？我可是管理局非公认的最强制裁者。就算是黑客，也不能随意闯入所有地方，当然我除外。我是德尔塔部队秘密调查组的凯尔，为了提高办公效率，希望你能配合。恰闪电出行，嘿，发射角度很完美，来，要放烟花了。按照计划，在这里歼灭敌人。